下面我们学习最基本的腿法，先学习前踢和横踢。下面由胡坤同学和李小雨同学上来一起来演练，起立，拿把。好，下面的同学们立正，敬礼，准备。好，李小雨同学站好，好，站好，好。首先，准备式哈，这时候要做好。在跆拳道讲究格斗式，首先在学习腿法之前，先站好格斗式。这时候准备的时候，我的右脚这时候呢向后撤，向后撤，向后撤，站好格斗式，中心呢尾偏向前。后脚抬起来，放松，跳下格斗式，站好，境内保持自己的两个脚半脚的距离，两个半脚的距离，一个脚，两个脚再加半脚的距离，后脚跟前脚都是45度，面向前方45度，面向前方45度，好，记住了，不要撤，不要完全撤，45度，格斗式，左手跟右拳，啊，对跳直线的。同时呢，前面的手跟肩膀高度一样。好，胡文同学准备，右脚推上方，摁，手的幅大点点，幅大点点。好，换方位面对我，换方位。前面的手呢，是防止对方攻击你的后面和头部的手。我假设攻击对方腰带位，手往下格挡；攻击对方头部的时候，手格挡，手格挡，哈，格挡。好，换脚跳。对了。这时候我攻击他面部的时候，正面部的时候，这只手呢上下保护自己。你比方说，我首先踢他正前方，一，手格挡；二，头部格挡。用，假设我用钱来进攻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是一样格挡保护自己，明白吗？保护自己。手持两扇门，全靠脚来打踢。好，收回来。好，先学习右脚退后，双摆高，横踢，横踢动作分解。首先一提膝，小腿收起来夹紧，脚背绷直。二转脚侧身，好，把胯跟前面膝盖与肩冲条直线，好，脚背我们三弹出去，四落前方收回来，双摆高，好，连贯起来做一下，一，好，分解，一，二，三，好，在我们大家平常练习的时候。平时上课训练的时候，首先练习，先练习腰带位。等你的胯踢开以后，再踢高带位，踢头部位置高段位。首先一、二、三，腰带啊，连贯起来也是这样，腰带位。好，再击打头部位。好，腰带位。一，好，头部位，二，好，换脚跳，一，好，分解，一提膝，二转脚，三弹起，好，收回来，好，连贯，腰带位一，头部位二，好，换脚跳，再踢横踢，这个前脚支撑，脚后跟要向内旋转160度到180度。首先我踢起来的时候，一就跟着转，脚后跟用前脚掌来支撑左脚的脚后跟。
跟向内旋转，向内旋转，向内旋转。好，分解动作一，提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已经转了90度了。二，转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已经转到160到180度了。三，弹出去。好，脚落前方，收回来。好，面向转到后面。好，换脚跳，换脚。好，分解一，提膝，大家看着，脚后跟向内旋转。二，好，很好，好，收回去，收回去。好，连贯起来，一，二，很好，收。大家注意这个支撑的脚，脚后跟向内旋转。一，二，好，转回来，收回来，好。换脚跳，嗯，手拿开一点，横踢一声一下，嗯，右左一声两下，踢每下发声音。跆拳道讲究气和，踢动的时候一定要吐气，吐气就发声音，嗯，好，对了，二，好，好。立正，敬礼。好，准备。现在击把练习。好，身体向左转。好，右脚推上啊。嗯。好，先练习腰带位。好，先练习单脚踢的。一。嗯。在击到把的时候，脚背是绷直的，是用脚背的背面是击到目标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嗯。好，退，手拿开点，二，嗯，好，稍微踢重点，踢的时候，如果是你的速度踢得很快，踢到目标的时候没有力，是不可以的，在踢的时候速度要加快，同时踢到目标的时候要加力，要动作放快点，声音喊出来，目视前方，踢的时候，好，收回来，好，准备。好，右左练习哈，两下，很好，好，立正，敬礼，好，调换拿把练习，很好，好，立正，敬礼，调换拿把练习，踢上端，踢高位的，两脚哈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调换拿把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好，全部换脚跳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调换拿把。好，右脚推上毛。嗯。好，三个要点要讲哈。首先，一，站格的时候是双手摆高，脚呢都45度，身体也是一样，身体也是一样。如果是我在站好格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假设是完全侧面的，我在踢打动作的时候，要转的幅度比较大，同时比较缓慢，面向45度，目视前方，目视目标，目视前方。好，第一个要点。第二，在起脚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提膝，侧身转脚翻胯，提膝。这时候往前，是往前踢的，脚呢是往前踢的。这脚从击打目标的时候，脚是往前的去追打地方，脚呢不是往上跳起来的，不是身体跳的，身体的幅度是不能起高，是往前的，重心是往前跟着走的。往前送。第二个要点，第三个要点，手右手，我在击打目标的时候，用右脚击打目标，右手自然就放右腿胯腰腰在位置后边保护自己，左手保护面部，这时候呢
我踢完落前方以后，马上站好格式，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，及时收回来。好，右脚推上格，三个右脸掌握一下，手先拉开点，后脚。好，很好，控制好。好，不落收回来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站好位置，敬礼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下面我们学习前踢。大家看我这右脚推后双摆高，站格式以后，首先一提膝，提膝，小腿夹紧，脚背绷直。在初学者练习的时候，首先是练脚背的，往上踢前踢，前踢。等你掌握以后，前踢以后是用前脚掌，脚背绷直，用前脚掌踢，前踢。击破前踢，用前脚掌，用脚掌位置来击打目标，前踢。好，下面有胡文同学给大家演练一下前踢动作。好，右脚推后双摆高，前踢，分解，一二，很好，推后。好，连贯起来，一脚轻轻往前再送多点，击打人中位置哈。很好，换脚敲。分解，一二。好，连贯，一二。好，换脚敲。好，往前点点。这样的格式稍微大点点哈，这个角度是一样的哈，45度哈，目视前方哈，要点哈，一样的身体45度哈。首先这个前踢的支撑点都是整个脚放平的，前脚掌来转。这时候踢的时候呢，这个脚不用转太多，只转90度就可以了。在品质里面练习的时候，可以不转脚，可以不转脚直接踢。在竞技里面可以松胯，可以转脚往前。双手放腰带位，踢完双摆高收回来就可以了哈。一二，很好，手拿开点。二很好，好，收回来。好，击把练习，面对面。好，先练习单脚，右脚推双摆高。一脚背绷直，用脚背踢。二三，好，两只脚练习，右左。好，一很好。二好，踢，在准备踢的时候手格式站好，在踢完的时候哈，在踢完的时候落势也站好。一对对，二，站格式，手摆高点点哈，再收回来哈，再收回来哈，举臂，一，好，立正，敬礼，调换单把，前踢，手拿高点哈，一，在脚背打上去的速度上，踢上去的时候加快速度哈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调换单把。好，收回来。立正，敬礼。好，准备。下面我们学习下劈。下劈呢，在跆拳道里边是比较常用的，击打分数也是比较高的。下劈主要是进攻对方面部和头部。击头呢，我们正常的比赛是2分，下劈呢，是跆拳道一个最基本的这个练习，也是在比赛中容易拿分的这个动作，下劈。好，下面由刘忠伟同学和杨胜男同学一起来演示一下，起立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准备。
右脚推上，哎，下劈呢，首先在踢下劈的时候，这个支撑的脚向内旋转90度，脚呢直接收，收提膝，收直接提膝收是往前压，下劈，啊，直接往前压，下劈动作哈。好，双摆高，一声下，好，一，脚落前方，二。弯曲提膝上，提膝上，起来的时候直接往前压前方的目标，压脚起来的时候手说往前压，哈，准备，一，好，换脚叫，一，好，不落收回来，好，下面我们下劈击把练习，请胡昏同学拿把。起立，好，下劈，先练习单脚，单脚下劈，一，好，在拿下劈的时候呢，尽量是用手臂顶住，顶住把，用肘的位置顶住把，这样你可以练习手臂力量，同时练习下劈压下压的时候击打的这个抵抗力，一，手拿好，好，换下位同学。好，换个方位，好，请拿把同学站过这边来，踢右脚哈，一，二，脚底板砸下来哈，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是用脚底板击打这个目标的，在跆拳道击破的时候是用脚后跟，脚的根部这位置击打目标，在击破的时候踢木板用脚后跟，好，把脚收回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好，站好位置，好，立正，敬礼，准备，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直上直落，主要是起到韧带的这个练习，同时也是跆拳道啊基本的这个腿法练习之中其中，然后呢这个由杨胜男同学给大家演练直上直落，起立，好，立正，敬礼，好，准备，右脚推后双摆高，哎呦，脚尖勾起来，直上直落，用力往右肩膀的这个位置往上踢，脚尖勾越踢得越高越好，直接踢完直接落下，腿是直的，不能弯曲收的哈，踢的时候脚尖勾起来，勾起来往上踢，蹬你像朝天灯一样蹬上去，要踢那么高的位置才可以，在直上直落练习好的时候，踢高以后踢下劈的时候，你把脚收起来才能击打往前送，才击打对方面部，要不然脚只抬的位置是踢不起来，动作是踢不了的，好，再来一遍，有动，嗯，好，换脚就站稳了哈，嗯，有点力，哦，好，换脚就好，收回来，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继续练习交叉上踢，往上踢的时候跟直上直落是一样，只在侧面，好，下面由乙飞同学为大家演示，起立，右脚推上网，在推的时候脚尖勾起来往上踢，踢的时候放在右手的外侧，同时呢手呢放在右脚的内侧往上用力踢，越高越好，双摆高，双摆高，双摆高，站格式，目视前方，两力提高点，支撑的脚要向内旋转90度，把右手伸直，右手伸直，右手手这手弯曲，好，脚呢勾起来，勾勾朝上踢，好，贴着位置以后，好，放下，落下，落下，好，收回来，收回来，好，双摆高，一，
手，嗯，好，换脚，跳，嗯，嗯，左手放左腿内侧，嗯，左手伸直，脚高点，高点，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好，脚要踢那么高，好，目视前方，好，收落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好，手拿高点，目视前方，嗯，手，注意手。二，在踢的时候哈，注意深呼吸。踢的时候把声音喊出来，身体是放松的。脚呢往上踢的时候，主要拉这条大腿韧带和胯部，把胯送出去。嗯，手放内侧。嗯，在以后练习的时候，这个手呢不能放在身体两放在腿两侧的身体两侧，在交叉。上踢的时候，直上直落，这时候呢，手是放在脚内侧的，手臂是伸直的，伸直侧身，侧身过去落脚，明白吗？好，出来准备式，好，下面我们练习里外摆腿，右脚推双棚，从里向外，幅度越大越好，腿是直的。好，从里向外，外摆腿，嗯，二，要用腰胯转多点点，脚起来的时候，首先从里边往上，脚尖勾起来，勾勾，先踢起来，先往上踢，好，再摆到外边来，摆到这边，好，脚再收回来哈，再来一遍，双摆高，嗯，好，换脚跳。支撑的脚稍微向内旋转一下，好，换脚跳，新月踢也是要里外摆腿，从外向内踢，脚尖勾起来 A 声一下，脚先踢起来，脚尖勾着勾起来哈，脚肩勾起来，起来以后，好，从外踢起来，向内旋转，好，落下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嗯，好，换脚，跳，嗯，好，换脚，跳，好，立正，收回来，准备。